下2013全新大碟《傻瓜弹狗》气势如虹，在两岸三地网络点击率都超过百万。近期都奔波各地宣传的胡夏，11日再次来到香港举办新专辑签名会，吸引大批女粉丝围观，甚至还有携带孩子的师奶级人马也特来捧场。这嫩口小生的魅力算是淋漓发挥了。可说起实在的恋爱经验，胡夏就羞愧起来。在爱情上面应该是属于不太敢开口的，不太敢主动的。那个感觉，所以我也希望以后能够大胆一点，然后更加勇敢一点，就像《爱情里为一公尺》这首歌一样。那我就希望大家在听这首歌呢，跟我一样，就是遇到喜欢的人或者遇到爱的人，就要大声说出来，不然爱情永远离你一公尺。光说不练假把式，别提大声喊出爱了。就连在新专辑同名主打歌曲《傻瓜弹狗》MV 中，胡夏首次尝试与两位女主角大跳弹狗舞步，稍微多点肌肤之亲，又令她不好意思起来。对，所以也蛮紧张的这一次，蛮尴尬的吧？对，因为从来没有跟女生靠这么近。因为只有5天时间，所以只是强硬的把自己的动作记下来，所以也要感谢导演把我拍的很会跳的感觉，其实并没有那么厉害。跳个热舞都紧张，难怪胡夏的单身问题迟迟不能解决。倒是女粉丝们可以尝试主动出击，七夕快到了，说不定偶像一寂寞事儿就成了。